征服了南越，征服了世界。我有什么吩咐吧，姐？我有事不是，有事不是。来，干！纯爷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就给大家带来《王者荣耀》游戏视频啊。生于我都是你的，说是月光宝剑，那朵仙人替我背负争斗天鹅脚。年少的剑挑动的指引，我仿佛是月光，月亮的生命疯狂，却无法刀剑相向，变得更强，不忍生长被粉碎，终会了解往事随风。没错，在还手大招的情况下，一点都不闪躲。不过我是我看了五个人，我基本都跑了，其实都不敢冲进去。之前我先一个人在五个人的包围之下，然后我摇勇士，抓一抓，这是高端操作。这时候反正开大了，这时候他还是慌张，一点都不紧张，还是慢慢的，主要慢慢的打，先打那个。把升级高，升级应该是没有高级。再开个技能，应该是把庄周也搞了，太多了。再守守后，再开个大招，再飞进去。这时候又带走了那个庄周，连阿珂也没带走，剩下对方的曹操，曹操更不是他对手，1v5都可以搞得定，是吧？换一个曹操，就这样的五杀，直接轻松搞定。我们看他另外一段操作，这时候他也是先站在这里啊，不，他也先定着，然后这边躲着，然后等对方庄周过来，直接刷过去，这应该是算是双五杀吧？刚才好像就是他们这一批，斗不过这家伙的露娜，这时候有队友支援，刚才一跳舞都没问题，是吧？现在有队友支援更是。熟能生巧，他说他没有过去打先躲阿珂，直接事先是打一下打那个野怪，这时候黄忠又开大，直接冲进去跟他干，三下就把黄忠带走。最后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网友叫欢烟种吧，应该那全种牙的种子，提供了一个素材，也是露娜精彩操作啊。本期的播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，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，欢迎投稿到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或者 QQ 邮箱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感谢这两位网友提供的素材，特别是第一位，那操作简直是秀瞎脸啊，非常溜。